三二一，开始。这我不留下。你拿着这种东西，是想直接告诉别人，你根本就不姓钟？不是，我只是。这都烧不起来了。来这边，来录，来三二一，开始。是想直接告诉别人，你根本就不幸福。说我一把劲。不是，我只是。从现在开始，庄心妍就是你。